本人专辑吗？几率还蛮大的，真好听。我差点没了，所以我就说不要给我拿 Speed Ball 嘛，就不要给我拿通灵盒嘛，给我拿通灵盒就会变这样，有够大声。我真的是很有精神的在唱男子汉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歌回，好，我绝对不会开歌回。我现在要再跟各位讲，我绝对不会开歌回，不管订阅多少，我绝对不会开歌回。我的歌回永远都会在语音上，游戏内建语音上。OK， 笑死。啊，等一下，那画面切错了，这边稍微关一下，这样才能够及时切。OK， 我说的那个什么，你斯基达，啊啊。动不了，哦，不要再当掉，不要再 ，OK， 听得出来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时间点还有这样的情绪的人真的不多啊！抱歉，熊在那里 ，OK， 不好意思，略过他了。哇，哑巴，哑巴，那个时间点有这样的情绪的人不多了，好吗？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很累的，需要一点什么办法来提振精神。OK， 相信我，我可以办到。我可是天才、欸，哦，长途唱歌没错、啊，大家都冷冷静静在玩 POS 发表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卡失控？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快睡着了，快累死了、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不然就这两种嘛，一个是笑到累死，一个就是被我叫醒，就这两个选择。笑到累死，那他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去睡觉。那如果觉得那个直接醒来的话，那就开始做些事情了。不知道啊，波斯巴比他就那样，他能够有什么变化啊 ？Peter Stegler side 之类的，我需要一点突破，让他更有趣的办法。游戏好玩归好玩，然后让它变得更好玩，就是我的工作，就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。他毕业到早上直接去上班。抱歉喽，害你没有办法。